春与他的校草男友在客厅享受他们的小时光。猎豹是速度最快的哺乳类动物，最高可达时速125公里。而羚羊，羚羊奔走啊，3分钟一局轻松开标。哎 ，baby， 你有看到吗？猎豹好帅哦。嗯，有啊。啊，小朋友看到。他很甩尾耶。嗯，有啊。啊，听我讲话吗？有啊，我在听你讲话啊。第四名。再这样，我要生气咯。哦，好啊，第三名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宁愿找猎豹，也不要你这种男友。哦，好啊，第一名了。啊，我受不了了，你下半辈子就跟你的手机和右手度过吧。什么？你要跟我分手？我可是男你的男友哎，我可是校草哎，我可是会甩尾的男生哎。隔天，淑芬走在路上。看那个不是校草的女友吗？他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？淑芬不爽的回头瞪路人，下一秒看到陷阱妹和校草勾着手并行。天哪！黑色 oversize 上衣，下身失踪，网袜加 vans， 海昌极光辉银眼。这就是陷阱妹。哎呀，这不是淑芬吗？怎么没有跟你男朋友在一起？哦，对，你们两个分手了。你，淑芬，我们已经没有结果了，请你不要再干扰我们。你还好吗？他想要打我。你竟然没有挽回我的意思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这时，淑芬低头快步离去。而路旁的电话亭响起。接起电话。喂，淑芬吗？我是何老师，我听说了，这事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你的情况我了解，不用担心，你先来楼上见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刚才请示过慈姑观音了，从这个盘面来看，你一定是平常阴德积太少，又触怒了小熊维尼，才会遇到男友入心里这种情况。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来，淑芬，你先把地上的布条捡起来带上。不用担心，慈姑观音非常灵验，只要诚心发愿，所求之事一定能达成。恭迎慈姑观音，度世灵显四方。今天会这样，是你和男友八字不合。你的八字应该和身体壮硕、面容威严、充满野性的生命相吻合。难道我真的命中注定要和猎豹在一起吗？诚请慈姑观音示意。民女淑芬，诚请慈姑观音示意。我何老师，慈姑观音没有回我。怎么可能？你有照指示每天喝美心牌女儿红酒吗？废话，我已经有8天都在喝哎。不可能，慈姑观音为你封了一条路，必定为你开了一条更好的。照着慈姑观音的暗示，寻找你的真爱吧。于是淑芬决定前往瓦干达，
为他的下半辈子奋斗。